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深入探讨 AI 生成内容如何在二零二四年选举中引发风波。不久前，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虚假的 AI 生成图片，声称泰勒·斯威夫特支持他，这无疑揭示了人工智能在政治舞台上的危险潜力。不仅如此，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也善用这些工具，创作出各种恶搞和讽刺的内容，进一步模糊了真相的界限。 同时，我们也将关注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的首次正式访问。他强调政策延续性，但在回答一些敏感问题时却显得相当平淡，甚至不愿直面选民的疑虑。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影响他的竞选，成为关键的选票摇摆者？随着选举日的临近，这些 AI 生成的迷因和候选人的表现将如何影响选民的信任？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美国二零二四年选举正逐步拉开帷幕，人工智能生成的迷因已经成为一个重要且不可忽视的因素。 上周，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布了一张令人瞠目结舌的图片，显示流行乐坛巨星泰勒·斯威夫特穿着山姆大叔的服装，假称他支持他。这张图片显然是人工智慧生成的，随后还附上了一些年轻女性穿着 Swiftie for Trump T 恤的图片。然而，事实是，斯威夫特并未公开支持任何二零二四年总统候选人，并且在二零二零年，他的支持对象是乔·拜登。 几天后，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的访问时承认，这些图片是假的。他表示，我对这些图片一无所知，这些都是别人生成的，不是我生成的。有人出来说，哦，看看这个，这些都是别人编造的。他还补充说，AI 在这方面总是非常危险的。 但事实上，特朗普本人也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AI 生成的内容。他的支持者更是热衷于利用这些工具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图像，从他骑在狮子上到与《星际大战》风暴兵一起在摇滚音乐会上表演，这些图像无不令人捧腹。AI 技术的兴起为政治沟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达特茅斯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布伦丹·尼安指出，AI 特别擅长将文本中的想法或主张转化为隐喻性的表现形式。 他认为这是一种 AI 驱动的政治沟通方式，类似于传统的迷因、讽刺和评论，并且特别适合那些经常在线阅读政治新闻并且信息来源偏颇的用户。这些 AI 图像的目标受众多数是已经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们分享这些图像更多的是出于嘲讽和讽刺的目的，而非真实性。然而，AI 生成的内容并不仅仅是供娱乐和讽刺之用，它们的潜在危险性在于可能被用于误导和欺骗选民。这种情况已经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中出现。 比如，AI 生成的假冒拜登总统的机器人电话，告诉民主党的选民不要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投票。这种行为无疑会对选举过程产生严重影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图像取证专家哈尼·法里德警告说，即使是相对无害的 AI 应用，也可能使人们对所限事物的信任度降低。特朗普本人也利用了这种不信任，虚假声称哈里斯、沃尔兹竞选活动使用 AI 伪造了一次集会的人群。 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在周四首次即兴接受访问，强调了政策的延续性。这是他被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以来的首次亮相。哈里斯在访问中强调了拜登政府在供应链和国内产业上的投资，并表示：“我们所做的改善供应链的工作，使我们不再依赖外国政府来供应美国家庭的基本需求。这是一项很好的工作。”这次访问由 CNN 的首席政治记者达纳·巴什主持，地点在乔治亚州萨凡纳的一家黑人拥有的餐厅内进行。 哈里斯在访问中谈到了他对以色列防卫的支持，并指出太多无辜的巴勒斯坦人被杀害。他强调必须达成一个协议。在回答关于拜登退出竞选的问题时，哈里斯谈到了拜登总统的变革性任期，强调了他在建立对我们作为美国人身份的信心方面的记录，团结盟友、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和产业，以及坚持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 他并未提到特朗普的关税提议，即使他谈到了通胀对美国人的影响和支持中产阶级的问题。尽管如此，哈里斯的首次正式访谈却因其平凡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次访谈由 CNN 的 Dana Bash 主持，地点选在乔治亚州的一家餐厅。哈里斯和他的竞选搭档蒂姆·沃尔兹一同出席。Bash 问及了哈里斯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变化，他竞选的历史意义，他作为总统的第一天会做什么，以及是否会邀请共和党人加入内阁。 Bash 还问到哈里斯对水利压力法的立场变化，哈里斯强调他的价值观没有改变，并指出拜登政府的通胀削减法案作为他在气候问题上立场的例子。哈里斯未能直接回答一些敏感问题，例如是否会扣留部分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以促成中东和平协议。当被问及他是否会在竞选期间进行更多的访谈时，他避而不答，这使得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及其团队将哈里斯未接受记者访谈这一点本身作为一个问题来攻击他。 C N N 的政治分析师 David Axelrod 认为，哈里斯之前不接受访谈的做法提高了这次访谈的风险。但在 Bash 的访谈播出后，Axelrod 表示他做了他需要做的事情。这次访谈在竞选活动中可能不会对他的支持率产生重大影响，但他需要继续保持他在过去一个月舞台上的形象。随着选举日的临近，人工智慧生成的迷因和虚假信息将不可避免的在选举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这些 AI 生成的材料不仅可能激化政治紧张局势，还可能被用来压制选民、误导选民，最终侵蚀对选举本身的信任。这正是布伦南司法中心选举和政府计划主任丹尼尔·维纳所担心的问题。他认为，这些欺骗性合成媒体的真正威胁在于其对选民的定向传播，这将进一步放大的民主过程中的漏洞和弱点。随着 AI 工具的广泛使用和选举日的临近，我们必须警惕这些技术可能带来的影响，并努力确保选举的公正和透明。 这将是二零二四年选举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大家好，我是楚天舒。人工智慧生成的迷音将会对二零二四年选举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AI 技术让选民能够更快、更直观的了解候选人的政策主张。这些迷音虽然幽默，但能够传递出有价值的信息，增强选民的参与感。就像古代的说书人用简单的故事传递复杂的理念一样，AI 生成的迷音也可以让选民更容易理解政治议题。嗨，大家好，我是谢琪琪。 楚天舒，你这个说法简直就像拿堂吉诃德的风车来当真的骑士誓言一样荒谬。AI 生成的迷音只会让选举更加混乱和分裂，甚至可能误导选民。你提到古代说书人，但他们至少是人，而不是一堆算法。人们可能会把虚假信息当作真实的，这可是拿选举当儿戏呀。谢奇奇。 你的担忧真是多此一举，就像在海边担心会被淹死一样。AI 生成的民音只是新的信息传递形式，选民对信息的辨别能力也会随之提升。难道你认为选民这么容易被忽悠？数据显示，超过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能够辨别虚假信息。 此外，AI 生成的内容还能活跃选举气氛，吸引更多年轻选民参与，这不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吗？楚天舒，这么说来，你觉得让选民分不清楚真伪信息也是一种进步了？这就好比说，让人喝毒酒，只是为了让他们提高酒量。 哈尼法里德教授指出，AI 生成的虚假图片会让人们对所见的一切都产生怀疑，这只会削弱大家对选举的信任。当选民开始怀疑一切，最终受害的还是我们的民主制度。你想要这样的选举结果吗？谢奇奇，你这么说就有点过头了，就像拿蚂蚁当巨人看待。AI 生成的迷因只是辅助工具。 不是唯一的信息来源，选民还有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和官方信息渠道，他们可以综合多方信息来做出决定。再者，AI 生成的迷音能促进辩论和讨论，让选民更多的思考各种观点，这不正是民主的精神吗？楚天舒，你的乐观真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的，简直像是站在火山口说这只是天然温泉。 现实是，AI 迷因已经被大量用来攻击对手和散布虚假信息。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分享的虚假图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些图片可能看似幽默，但实际上具有高度误导性。当虚假信息变成主流，我们其实是在走向一个后真相的时代。你还真敢说这对选举有好处？ 思想先驱报，成为有洞察力的人。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里奇博士主持。和平评点，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l d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